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。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。顶礼寒山大士。顶礼寒山大士。顶礼红中眼教诸大善知识。顶礼悟空上人。顶礼悟空上人。我们寒山大师他的第二首诗啊，我们读起来好像很简单哦。凡读我诗者，心中须护净，浅谈即日莲，现去登时证，去前除恶业，皈依受真性，今日得佛身，急急如律令。哇，听上去很简单，但是啊，虽然远在1200年前，大师啊这样子的言句啊，但是我们现在还是我们修行的标准，准神一样。凡读我诗者，心中须护净。悭贪即日莲，这个悭贪呢是什么？我们要仔细去看，在我们内心里，特别刚才打坐的时候，有时候我发悭是什么心的状态，贪是什么心的状态啊？悭是不舍，贪呢是啊取无厌足贪着，哎，这种心的。变态的这种啊，好像是一张白纸被染上了污浊一样。这种要怎么样啊？一天一天的令它减少。这种心灵的阴暗面要让它减少。现去登时证。现是什么啊？现是别人并没有这么重的过失，我们啊自己不高兴，硬要加给别人这样的一个罪名。屈呢，屈是虽然给了这样一个罪名，却要自圆其说啊，无中生有的要去编造屈啊，这个心，你看，本来是心是当下现前的。又先驱之心啊，然后这个心灵就变得扭曲了，哎，所以读我诗的人呢，这个悭贪呢要日日减少，这个啊先驱之心啊啊要时时改正。这样子的才能明白寒山大师的诗的他的意境。趋浅除恶业，皈依受真性啊，令我们自心当中的这些恶业时时勤拂拭一般，驱除它，浅除它，然后把这个真性显发出来，显发出来要皈依他，要皈依主，也就像心中须护净，要护着，令这个真性啊，令他时时得以展露。哎，如果这样子的人的话，这样子来读我诗的话，今日得佛身，
急急如律令，急急如律令啊，这个很熟悉，这好像是道家里面的一种啊，这个做法的一种啊，它是其实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如果你这样修行的人，你正得现前啊，受啊那个这个显发真性啊，这个能够看到佛的身体啊，能够受持佛的身体啊，快得很，快得很，很快的。这样的修行人呢，很快能够正果得到的。否则的话，那就是慢慢来，慢慢来了。急急如律啊，就是快，快得很，快的。就是我们每天做早课的时候，实地顿超无难事。无难事什么意思？实地顿超也是很简单的，但是如果不如法修啊，哦，实地的，初地都望尘莫及，不知道初地到底是什么，所以说这个诗里面，你看，我们现在读起来还是修行的这个准绳。我们来到寺庙干什么的呢？居士说，我们来寺庙啊，求佛来了。我们出家人，我们来寺庙参学来的。要不要这样子啊？凡读我师者，要这样修。那凡来慧日寺，要不要这样子啊？凡来某某寺，你只要去寺庙，只要你信佛，你干嘛？为什么要信佛？天下信佛者，心中须护净，千贪忌日廉，闲去崩时正，趋前除恶业，归受真性，今日得佛身，快得很，快得很，就是快得很，急急如律令。过去现在未来的佛弟子们呢，修行者按照这个去做，你看心马上得以澄清哦，马上得以澄清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再来看一看，你看这个后来在明朝初期的时候啊，有楚石这位大师啊，也来贺我们寒山大师的这首诗啊，他是怎么贺的呢？生将枯木同，心与莲花静，万善无意图，千邪皆秉正，不离文字相，不计真如性，浩浩天地间，贤尊法王令。你看，所以他这个贺的，有时候我所以今天啊，我想啊，把今天以后我们在学习寒山大师的这个诗的时候啊，我们也把这个楚石大师和石树这个大师的他们贺的词也读一遍，因为这一读，这个相互的衬托，寒山大师的这个意境呢，让我们领会的更加深了，他那个楚石啊，这个楚石大师的这个这个身体啊，他是在明朝初期的这样一位大师，身将枯木同，身呢虽然寂静的啊，但是心呢却是清净的、透亮的，万善无意图，所有一切善都从哪里来的？都从哪里来的？都不从别处来的。千邪皆秉正，当善举的时候怎么样？邪的就退了。善法一举啊，邪法就退了。千邪皆秉正，不离文字相，也不离这个文字相，也不及真如性，也不去思维是真如是什么。真如可以思维得到吗？
它这个叫不极真如性，这是要体证的，这不是思维用的。所以不极真如性，浩浩天地间，贤尊法王令，佛法真奥妙哦。如果我们众生受持佛法，哎，就会什么善得以张扬，恶就会得到抑制，然后啊，在文字的这个寻思推理之中啊，就慢慢慢慢的就体证到了真如的这个面貌。哎，所以他这个楚石大师啊，他这里面所以浩浩天地间，贤尊法王印，在我们这个你看宇宙之间啊，天地之间呢、啊，我们这个人间地球上你看60多亿人，大家如果能够这样子的遵循佛法了，哎呀，这个不得了。所以贤尊法王令啊，没有一个你研究了佛法不五体投地的，佛法的这样子的高潮啊。这下面石树大师是明末的啊，楚石大师呢，就是我们浙江四明山，跟我们同乡，我们现在这个山脉也属于四明山脉。哎，天童啊，我们这个慧日寺，我们这个地方属于四明山脉，正好到这个海边上。哎，这个当时的这个楚石大师就是四明山雪独寺的一位大师，他喝。这个还有一位石树大师呢，他是明朝末期，在这个江苏啊，也是靠着海边的，靠着黄海边上的，属于西吴，这样一位大师，他也有一首贺寒山大师的这个诗，叫什么呢？秋空皆如洗，我念归真境，山高绝世缘，树影望偏振，灵气养树怀，天香是野性，即将今日期，鸿雁来时令。哎，你看这样一位大师，这个一句诗的贺啊，一个是唐朝初期，一个是明朝初期，一个是明朝末期。楚石大师离寒山大师多少？500多年。然后啊，石树大师离楚石大师将近100多年了。哎，但是这些诗我们现在又过了600多年来读，哎呀，一般的情操，一种胸怀，殊途同归。所以你看哦，这个我们学习这个，我们来享受啊，可以说是来享受这些大师们的这些诗的时候，你看，哇，就像我们在这静坐，无以言表。正好静坐之后啊，来读一读寒山大师的诗，哎，正好做我们静坐的这个助脚。每天在这个佛堂里啊，讲堂里啊，禅堂里啊，享受的是什么？我们寒山大师一语道尽，都讲出来了。所以我们在以后的修学生活当中啊，你看，这个要时时内观哦。如寒山大师所说啊，凡读我师者，心中须护净，千贪即日怜，先驱登时正，遣除除恶业，驱遣除恶业，皈依受真性，今日得佛身，急急如律令。要想修行哦，就要这样子去做，要护净哦，心要护净哦，令心要干净哦，
立千滩之那种状态哦，要把它日日减少哦，啊，那种产区啊，啊，这种之心啊，要让它时时改正，啊，这个直道不走，为了绕弯道干嘛呢？哎，绕弯道的牛牛，你在这说千道万，要你要讲什么理由？你要是说说是道非，你不如不说。哎，是不如不给他归正来，哎，不要为一个叫什么事件，我们这个是这个社会上怎么说啊？为了一个谎言呢，制造一百个谎言，哎，叫什么啊？现取登时正，还不如把它不说，归为正，归为正来，啊，遣啊，驱遣除恶业。驱遣除恶业，归依受真性。哎，所以我们以前呢，我的一位大善知识啊，我们宁波七塔寺的贵人老禅师，他这个不倒单70多年，99岁圆寂，70多年不倒单的。哎，他老人家常常说啊，三门要守住，三门要守住，哪三门呢？哪三门？请问是哪三门呢？哎，身口意要守住哦，哎，身口意守住好修行哦，三门守住好修行哦，哎，就是这样子。你看修行，你说简单不简单？哎，也很简单，哎，所以大家。时时勤护净哦，可以说只有修道的人才能知道，但是世间的人读起来呢，哎，我觉得也是那样的，给人感觉也是那样的清新，就像山中的泉水一样，修行人的看哦，这个泉呢，流过石缝的这种清泉，对道人来说，有很深的这种意境。但是世间凡夫人看到这个山间的清泉，也会生起那种欢喜的心。像我们现在来读寒蝉大师的诗，就介乎于那个世间凡人看这个溪水和道人看溪水这个之间，看了心里是欢喜的，但是其中的奥妙却又很难道出，心中总觉得这个词不达意啊。我们能够用言语来表达的，就这个时候就觉得很匮乏。我们这个文学上的造诣啊，就是显得那样苍白了，没有办法来表达。就像我们下面这首诗，可笑寒山道，而无车马踪，怜惜难寄去，叠嶂不知重，砌路千般草，迎风一样松，此时迷径处，行问影何从。我们读了这个诗之后啊，哦，在这个内心里回荡的那种。但是你要想把它真的讲出来，讲的修道人能听懂，修道人真是修道人，看这个自然懂。哎，所以三言两语啊也可以啊，能略表一点端倪。但是如果要讲的我们世间的大众都能够明白，
哎，这个还真是哦，这种翻译还真不好翻译哦。所以我这里面仅仅是个人的一些体会，我用我们凡夫人看这个山间溪水一样那种欢喜心啊，来看寒山大寺的诗，然后一种体会啊，比如像这首诗：可笑寒山道，而无车马中。寒山虽然有道，却不是骡子马能够走的。这句话是不是可笑？这个寒山道不是车啊，不是人间的车所能到，不是骡子马能够走，那是不是飞鸟走的呢？哎，其实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寒山这一条道，用修行来说，也不是钝根人能走的。业障重的，根基钝的，没办法来比拟去探寻这条道。虽然有道，却不是这一般些人能见其踪迹。哎，这向上一路啊，这向上一路，我们佛教界向上一路，这个路在哪儿？向上一路。嗯，不设阶级，无阶级可攀，所以寒山大师啊，这是宛然一笑啊！哎，这世间人呢、啊，这个寒山在哪？这个寒山道不单单在寒山，在每一个人众生的份上都有一道。但是凡愚之想，世俗的情念却没有办法来了解它，叫耳无车马中，怜惜难寄去，叠障不知从。这个溪水啊，从我们很直观的感觉是啊、哦，青山的溪水，不分昼夜的这样流淌。虽然溪水流动的声音像音乐一样，但谁能够记呢？来给它记谱呢？重重的山呢，如画一般，叠障不知从，却虽然啊，这个成障如叠，却很少有人知道它有几重的山呢。这个下面转下来，气入千般草，哪一个草的头在清晨的时候，哪一个草尖不流动的晶莹的露珠啊？草不管大小，哎，哪一个草尖不在晨光下流动的这个露水的光泽？这也就是比喻的，哪一个有情众生没有那么伟大的佛性呢？哪一个没有？迎风一样松，当风吹过松头的时候，流露出那样的清爽的声音。风是一样的，这个什么气入千般草，指佛性，每一个众生都是平等具有的。迎风一样松，指每一个众生都是可以修行的，这个法人人都有的。此时迷境处，只不过这世间没有人给你指导。此时迷境处，没有问津之处，哎，走到这个凡圣所岔道的这个地方，
凡夫和圣人的这个道，走到这个道口的时候，问谁？何是凡道？何是俗道？凡俗不知。此时迷津处，行问影何处？形体问影子，影子问形体。就像这个形体在问影子，你跟谁？那个影子说：“我跟你。”你为啥跟我？跟着我，老是跟着我。这个意思啊，迎问醒和一，这个，更深的就是说，在这个迷路，凡圣虽然凡圣不隔千毫啊，但是怎么样与毫厘之间能辨得清楚啊，不至于疏隔天渊呢？所以啊，这个行问影何处，这是修行的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境界。能超越这个行和影，这个智慧生出来了吗？这个像很多学教理的啊，深入中观为识，最后就是这个，像学唯识的人，学到后来就要问，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就这个问题就出来了。学中观的也知道，学中观的，在我们禅宗也有讲啊。他说藤缠老树，老树这个树啊，哪一天倒地的时候，这个藤怎么办？这是一，这还是第一部分。第二部分是不是呢？树也不在，藤也不在，那是如何？这个指的都是指这个，指的这样一个境界。就像我们前面讲，我们前面电视里听到这几句话，他说啊，光知道我不行，还破我的执。那我执破了吗？那依什么？那又以何来破我执？也就像形和影之间的关系。所以形问影何从？到这边，寒山大师最后这句话就把我们送到了一个，就像那个。就像我们弘一大师最后圆寂前给他的那个老友啊，下面就那一封信上说的：“问与何事，顿而忘也。天行月圆，花枝春满。”这个弘一大师虽然讲问与何事，扩而忘言呢，已经没有办法了，思虑不及。言语不伴的情况下，他还来了一句：“天行月圆，花枝春满。”所以啊，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迎问、行问影何从啊，似乎也是，所以到这边，人到这边的时候，修行到这边的时候。要么就会产生大劲，我好像一定百年一样的这种定。有的人到这个地方怎么样？烦哦，这个抓胸的，这到底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所以有一些读书人呢，读书人读到这里的时候，如果碰到明眼人，就会叫他好好的参禅知识。蚊子叮铁牛啊，这不行的，要得这个法，医治，要修心，要把蚊子像给挂起来，挂起来，
深入一法去修。有的人读书读到这里的时候就需要这一种，那有的呢，哎，修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也是，有的人修到这个地步的时候，凡也不见，圣也不见，这时候也是需要一个殊胜的因缘而发起一种广大的菩提心。有的人修到这里不可谓不净，因有，但是因虽然有了，还是需要发心，要发广大的愿，然后以广大的愿之后，愿如大海，一愿而起行，行若高山，愿如大海，形象要像高山一样去，才能把这个愿海给实现充满。这个，所以像我们师父告诉我们一样，他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大方广，它是心的微妙处。到华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微妙了，以华为因，以言为果。华严到华严的时候，就是以什么来那个？怎么从因治果呢？最后所以说这个华严经的主人是谁啊？是普贤菩萨，以普贤菩萨为上首，发起广大无边的誓愿，然后这个微细的微细的这些行持，令这个华了而达到果地的庄严，重因克果。所以一般性的这个世间的修行人呢，是如果我们今天看寒山大师的这首诗啊，所以第一句叫可笑寒山道，尔无车马中，这就很重要。寒山这条道啊，不是那些业障深重的，俗气很重的，甚至世间人不可，没有他们的踪迹的。是这个车马啊，是指这个凡愚之辈。所以这一条寒山的向上一道，那是要净化身心的。所以从这个初步开始起步，一点一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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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直到行问影何从。这个首诗里面如果用深讲，可以说这就是一首诗，就可以变为传法的诗，也是里面有法报化善身的修法。但是我们今天呢，我想还是把我的这些感受感想的，好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。欲得安身处，寒山可藏宝。微风吹幽松，静听声欲好。下有斑白人，喃喃独黄老。十年归不得，忘却来时道。这个八句就像我们上次学的那个第三首啊，一开始就是可笑寒山道，尔无车马中。我们这首啊，上来也是非常直接的，欲得安身处，寒山可藏宝。这个寒山就像第三首那个可笑寒山道而无车马中的那个寒山啊，就像我们现在会议室一样啊，
如果想能够在这个世间呢安然度世啊，让我们法身慧命能够健康成长的话，居住在寒山之中是一个长久之计啊，这个才是长久之计。你看微风吹幽松，我们今天这个风啊虽然不微啊，但是呢正好坐在里面也可以听到松树的哦风过树梢的哗哗的声音啊，呼呼的声音。所以我们这个松嘛似乎也不那么幽，这个风嘛也不那么微，哎，但是我们正好坐在里面可以听得到啊，静听声愈好。因为微风掠过松树的时候啊，哎，那个天台山的那个松啊都是那个马尾松啊，那个松针很长的，然后这个风吹过松树的时候啊，啊，就像效果就像什么紫竹林中观自在。哎，以前我详细的去观察，当那个竹子哦脆就变得有点黄，竹叶干燥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称为一个紫竹。阳光照在那个树叶那个竹叶上，它竹子大多数的时候都是翠绿色的，但是在啊某些时候啊，特别是在春天，那个树竹的叶有点枯黄的时候啊，风吹过那个竹林的时候就发出了那种声音，所以叫紫竹林中观自在，观音菩萨的道场。所以微风吹幽松，静听声愈好，就是指的这个境界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种比喻。比喻什么呢？他没有直接讲出这种修法，而是这种比喻，就像我们坐在这个禅堂里面，在这里坐香的时候的状态。但是前面已经把这个寒山啊清净寂静处啊，这样的寒山啊，没有车的喧嚣，没有这种啊牛马的这种啊庸俗低级，不单单清净，而且有法。光是住的慧日寺的话，清净，那找个没人的地方似乎也清净的，但是如果你没有法，也会被鬼欺负哦。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绝对的场地，一个空间是可以说是啊，可以能够称为是清净的。所以按照我们出家人的规矩啊，我们佛陀有戒律规定，一个出家人就是要住精舍，住阿兰若，也要给其他的同伴指授，我在某处建阿兰舍阿兰若处，然后要如法的有前魔啊给他来加持过。如果这个没有经过这些做法的话，你住的这个房子有可能会被鬼神干扰。所以佛经典里指阿兰若是有什么内涵呢？什么样的地方称为阿兰若呢？一，它是寂静，没有人畜的干扰；二，它啊没有非人的干扰。这两个才能称为叫寂静处，这两个都成就。那现在就很难了，
纵使有的人哦，我住山区，我住茅棚去，啊，很危险，很危险。包括我在这边也是告诉我们在座的，就是没有得到法的人，你不要轻易的跑到山里去打坐，啊，我们庙里有，啊，现在，啊。是哪一位沙弥啊？喜欢跑到外面去打坐，已经有问题了，会产生问题的，啊、哦！我在这里啊，也是告诉你们，不要到轻易的到外面你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去打坐，我走到哪边我都啊都。跟这些都打招呼哎啊，溪神呐、啊，那个溪水啊，鹿神呐、啊，啊，这一段的土地神呐、啊，我都给他们打招呼、啊。甚至我有出门，我还带两个水果啊，遇到了之后，哎，供养一个啊，向他们表示敬意。像我们这个里面，这个路里面有一个凉亭，凉亭里面有一个，哎，我尊他为我们这里的山神，我们的护法神，我们这个水池塘的。特别是我们这个溪，我们这个水库的护法，哎，我刚奉请他不久啊，东一村的人到山里面去的时候啊，哇，就是走到水库那边了。他听到前面那个草丛里有洞，他本来以为是野猪呢，后来走近一看，吓坏了，很粗的一条大蟒蛇。也没看到头，也没看到尾巴，就在那是草里面游。哇，他说大到什么程度啊？那个身上的鳞啊，他看到那个身上的鳞都是大的，都很大，就拔腿往回跑。回来之后告诉这个他们东一村的这些村民啊，别人不相信，我们这个山上哪有这么大的蛇啊？结果他吓得好几个月不敢往这山上来、啊、来都不敢来、啊、我过了一年之后才传到我耳朵里的。我这个时间一算，正好是我那个水库刚造好不久呢，我就请我们那个山神呢、啊，哎，我说啊，我这个交代你了啊，请你老神给我保护着。结果你看，马上就显灵了，哎，乃至我到这边。这三年下来，常常啊，我们做火供啊、蒙山啊等等的讲经啊、念经啊，我也常常回向他们的，当山土地啊、护法龙天，回向他们一起做功德，哎，愿到极乐世界，赶快去极乐世界，我们帮他们去极乐世界，啊，愿意在这护法的，哎，那就护法在这边。级别都升高，所以我们说在慧觉寺这个附近当这些土地山神呢，我们每做一次法会之后，他的那个福禄寿哗就增上去了，哎，那个品位就上去了。但是一个道场他越是这样子哦，对有形无形的众生有帮助哦，他不是说那就没有了，不是这样，很奇怪的，慧寺这个东西还特别特别多，特别多。为什么？都等着来超度啊，等着来超度，超度掉一批，所以大家会，你用心里去感觉会，一段时间不做火供了之后，慢慢会觉得，哎，怎么越来越压抑，越来越压抑，有点不对劲。火供做完了之后啊，你当时做完了就觉得哇，身心清丽哦，说不出来那么开心啊。在做火供之前啊，要瞌睡啊，要干嘛？哎，压力很重，头都是昏昏晕晕的。做完了之后，马上就完全不一样。哎，然后我们寺院里面房子不多了。挂单寮那也没有几间了，但是附近你看到没有，附近那么多那个坟墓啊，那坟墓都是那些鬼的挂单寮，
一批超度完了之后啊，那个这个坟墓里其实早老的那个那些都没有了，一批一批都没有掉了。但是这一批没有不会空的，塌方来的哦，在这边马上就住进去了，那小别墅马上哦挂单，先挂单好，等着下一批超度。哎，所以大家要懂得这个道理了，要用心的去，不单单是死掉的人之类的，各式各样的东西中阴身都有。只不过他们怎么那个呢，多虽然多他很听话，他们是等待着超度的。就好像那个发那个济贫，好像发粮食给吃的一样，他们都排着队在等。不是那个强盗横行，你有的道场呢怎么样，他们也有。尽管有的度的时候效果差一点，但是他有之后啊，他看你人不好好修行呢，他也给你作乱。我们这边呢，如果我们不好好修行啊，有时候鬼他急啊，他想你看我们都知道为什么来的，是什么目的，哎，你们却不知道住在里面。所以有的弟子他知道啊，有的弟子那个这种现象知道啊，打电话来跟我说啊，他直接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在听不懂鬼讲话了，听不懂的，我也看不到，我也听不到的。有的人看得到听得到呢，看得到听得到之后，有时候他就会来打电话来跟我讲这些。我说奇怪呢，这个人他也不来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师父他也没见过，他居然打电话里面跟我讲住的哪一间房间的哪一个师父，他的心灵是什么，想什么东西。他就可惜说住的这个道场鬼都知道来求干嘛的，居然人不知道来干嘛的。所以啊，他就觉得很惋惜，他说不是到这边来啊，这么过日子啊，混日子的了。应该以怎么样一个正确的心态？这个很奇特一种现象了，这很奇特的。所以我们这个道场的话，虽然那个东西很多，一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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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越来越出名了，越来越远。现在不单单是附近呢，附近早就超的，现在来的都是远的，国外的。我们中国的话，这个各个地方，我每次做火供的时候，我都有观想，哦，从高山上到大海里，从山的山谷到海的海底。有时候招请海里众生的时候，那个湿湿的那个雾气就来了。有的马上跟我说，哎呀，师父，今天海里众生来了很多很多。我其他感受不到，我就今天怎么这么湿呢，湿得不得了那股气息。各式各样的。有的那个像前一段时间啊，前一段时间那个东北的那个蛇，我修了几万年呢，带着子子孙孙孙孙子子，哇，多少，他说整个长白山的。他那这些东西对于他们来说，他们来接受超度来干嘛，带过来，这很奇怪的。他如果来到这个庙里面，正好碰到张三或者李四，没有王二麻子啊，情绪正好不好，发嗔心，好嘞，你这一发嗔心就会把那个蛇的这个邪气呀，像吸铁石一样的，就会把它这个蛇啪吸到你身上来。那个蛇的中心人他还很无辜的，他本来是想到这求解脱的了，一不小心被张三或者李四哇吸到身上去了，结果这一批蛇超度掉了，结果还
就像那个麻糖滚芝麻一样的，哎，结果还剩下几个，我们庙里面有可能有些人却沾了一些光。所以修行是要需要很细致的，是需要确实需要很细致的，哎，因为这个法轮一开始转动起来了之后，转动起来之后到哪都是一样的。我们出国啊，到哪国内到处你走到哪儿，现在包括我们去朝山，甚至去印度朝圣，也都是啊，你只要走到哪边。哎，他都会有这些现象。那有的人想，哇，那不是很可怕？哇呀！对真修行来说的话，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情。大家要更加的管好我们的信念，哎，自尽其意啊，要把它看好。认识中华国际师时协会。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，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，为此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师时协会，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，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。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，布施者亦得福，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。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，不仅布施六道众生，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，生生世世福寿长，善根具足。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，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，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。国际万场烟供自2014年4月1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中午止，海内外共30万3025场。布施蚂蚁小鱼自2015年5月2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止，海内外共12311次。杀业深重，两家破亡。这是一件符合因果的真实故事。从前有一位名叫吴少载的屠户，他为人老实，平时都以屠宰为生，所以杀猪无数。虽然吴少载经过多年的宰杀盈利，赚钱不少，但家境并不富裕。你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刚才老二回来了，他把家里的钱都拿走了。啊！哎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吴少载的次子是一个吸毒的败家子，整天在吸毒场所与一群毒友为伍，常常回家要钱，要不到就偷，偷不到就抢，甚至殴打父母。吴家的两个儿子都靠不住了，于是他们老人家俩便想起出嫁外地的次女翠花，于是便举家搬到了次女那里。次女翠花对父母亲比较孝顺，
女婿冯立生为人老实，也从事屠宰行业。快点，我爸妈来了。好的，我就出去接爸妈。爸妈，你们来了。妈，下来小心点。来了。爸，您好。爸妈，赶了这么多天的路，累了吧？快进屋歇歇。妈，您小心点儿。孩子们，外公外婆来了，你们快来见外公外婆。女儿翠花生有三个儿子，长男身体瘦弱，次男疯癫不正常，三男聪慧可爱，最受疼爱。然而接二连三的厄运又降临到了冯立生家里。先是他三儿子生病不治夭折，没过多久，患有肺病的吴家大儿子病情加重，吐血不止，也撒手而去。处理完家中接二连三的丧事，冯立生依然从事宰杀生意。没想到几年后，冯立生的长子病重身亡，而长子的妻子不堪打击，过了一个多月也病逝了。大儿子的丧事刚办完，冯立生那疯癫的二儿子也死了。怎么，冯家又在办丧事啊？你还不知道，冯家的二儿子死了啊？这些年冯家死了多少人啊？民国三十一年，日军侵华，江南遭蹂躏，冯家为了逃避战乱，翠花和孙子也逃到外地避难，其他人也跑到远房亲戚家避难，只留下冯立生守着家。战争结束后，冯立生的老婆翠花带着孙子劫后回乡，却看到他家的屋子已经全被毁坏，冯立生也不知下落。哎，你不是翠花吗？你可回来了。王大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哎，你们家被日本人给烧了。那我家老冯呢？冯老板死得好惨，他被日本兵抓住后用绳子捆住了四肢，被推下陡峭的山坡摔死了。混珠式的惨死，莫非是今生屠猪无数的现报？翠花后来又得知，自己的母亲也在劫难中因饥寒无人照顾而病死了。至此，吴老一家全都死光，绝了后代，而冯家也只剩下无依无靠的媳妇儿，带着小孙子改嫁去了。回想吴冯二家主人并非奸恶之徒，与邻居相处和睦，重情讲义，为何两家如此不幸，不但家破人亡，最后老冯竟也如捆猪一般的惨死？可见杀生的行业罪业深重，是他们家门不幸的主要原因。奉劝大家以此为戒，发心戒杀，以免遭受恶报。报应啊，这都是报应啊。